现年39岁前亚视男艺人李创伟，2021年曾经亮相 TVB 节目《男神厨房》，凭借型英俊兼大只嘅外表，深得观众喜爱。一直都好少谈及感情事嘅佢，旧年年底12月突然宣布荣升做爸爸。当时佢仲透露 BB 系天蝎宝宝，又感叹自己同爸爸相处嘅时间唔多，觉得拥有小朋友之后人生好圆满。呢几个月嚟，初为人父嘅佢频频喺社交平台晒仔。可见他非常享受做爸爸的喜悦，最近他就带着 BB 飞加拿大继续享受亲子乐，但估不到昨晚竟然突然又报喜，宣布再度荣升做爸爸，哇，真是恭喜晒！不过4个月内两度荣升做爸爸，激起不少网民的好奇心，纷纷追问他关于 BB 妈咪的身份，不过他就并未有回应。有网民逐翻出旧片，说他曾经在 Feel TV 节目当中自揭恋上同性，再加上他晒出的相，亦都可以见到 BB 充满混血异味，令到不少网民都议论纷纷。Anyway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可以凑成好字都是可喜可贺，恭喜晒！祝一对 BB 健康快乐成长。